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段锦线上课程。本次课我们来学习第六式，两手攀足固肾腰。近身气功八段锦第六式动作，两手攀足固肾腰。该式动作意在通过对人体的脊柱进行大幅度的前屈后伸，从而起到锻炼肾、膀胱等脏腑经络的功效。两手攀足固肾腰，具有端庄舒展、松劲自然独特风格。长期习练两手攀足固肾腰，可以强化人体的肾脏功能。患有生殖泌尿系统方面的慢性病人群，具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。首先接上式结束动作站好，双手下按。第一个动作，指尖向前，手臂向上举起，同时两腿挺膝伸直，手掌举过头顶，掌心向前，目视前方。第二个动作，两臂曲肘向下收回，双手指尖相对贴于胸前，掌心向下，手肘与手掌齐平。第三个动作，手腕旋转至掌心向上，指尖保持相对，顺着胸部下沿滑至背部，然后掌心贴背呈反手叉腰状。第四个动作，双手沿脊柱两侧臀部、腿部按压下滑到两脚面，上身随之前倾，接着抬头目视前下方，停顿一到两秒。第五个动作，两掌向前伸直耳旁，随之用手臂带动上身直立，手臂伸直上举，掌心向前。接下来配合呼吸做动作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。吸气，第六式的易犯错误一，穿掌摩运时过早俯身。正确动作，摩运至臀横纹再俯身。易犯错误二，俯身时膝盖弯曲。正确动作，俯身时髋下压，腿伸直。